老家两天了，这两天一直吃米饭炒菜，大伟说还没吃一顿家乡的面条呢。正好我婆婆种的这个菠菜长势太好了，这个得吃点了，要不越长越高。今天准备采点菠菜叶子做一个菠菜面。印象中这个菠菜就长得是这么高，现在这个菠菜已经长这么大了，就跟那个莴笋似的。妈，啊咱菠菜怎么长成这个了？哎呀，给还给我瞅起来，一下咋高几横了？哦，这也没人吃，人少。直接连根拔下来，太高了。看看我们家的菠菜，哈哈，这么一大颗。妈，啊，你要赶紧吃的以前。好像要你就吃，就吃不掉嘛，人少几横嘛。那你就每天外边拿现成买去。给人家谁买的这盒？今天吃菠菜面，我妈要蓝臊子肉。我妈说她来的臊子肉好吃，要亲自下场。把肉炒的差不多了，现在把这个大料放里边，现在把醋一放，这醋是比较重要一步，对吧？再放点水小放白糖，啊，你放白糖是起啥作用呢？提鲜嘛。我妈还比较与时俱进，啊，你老李来烧的时候不放白糖吗？哎呀，我俺现在那个条件好了，我几个人都放这样搞炒货，现在的炒货多着很，都多放点也都好吃。把肉已经弄好了，现在我在和面，把这洗好的菠菜放在这个面粉里边。我们今天用这个绞肉机和面，我妈说她原来经常这样和面，挺好弄的。看看这个和的面怎么样了？捏一下，差不多了。嗯。今天用这种方法和面也和得太软了，刚才都压不成，现在只能继续加白面揉。我们今天做的菠菜面翻车了，这个菠菜面啊。用这个压面机越压越软，越压越软。看我妈给擀面个手艺。哎呀，你擀面手艺不错嘛。这个没有个大碍的擀起还不那么方便哦。嗯。我们的臊子面熟喽。菠菜面，哎呀，这个面汤都绿的了。今天天气不好，下雨了。看看小月跟果果赏着雨吃着面条。这菠菜面自己做的，特别好吃。看着绿油油的，特别有食欲。但是今天这个面稍微有点翻车，还行吃着，加上新做的臊子肉特别香。我们本来还说去千水吃一个麻辣烫呢，因为最近千水麻辣烫特别火，但是这两天又开始下雨了，去不了了吧？嗯，计划泡汤了，咱们趁暑假去甘肃多玩几天。果果，要吃点爸爸的干的吗？嗯。下雨天也没什么事干，就在这里赏雨。你们应该去睡个午觉去，我感觉。嗯，